你好，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 ？M 在哪里？我叫阮文明。OK， 你去过台湾了吗？把你过来乱去哦。我还没去过。在台湾，你有亲戚朋友吗？我没有。你会抽烟喝酒吗？我不会抽烟喝酒。来台湾工作很辛苦，你受得了吗？我受得了。如果雇主让你配合加班，你愿意吗？嗯。如果主要求我符合增加，你觉得会空？有。他愿意。你要保证今天你回答的内容和努力表上写的内容是事实的，麻烦担保您的中介信封和过程的给后面的事实。他保证。现在请你加豆子，没事，没人搞豆。OK， 现在请你提沙包。为什么要这背包干？10 lần thôi. Bỏ sang một bên chống đẩy. Phụ ti chỉ sân.好，谢谢你。谢谢。